拜见燕四爷。一个知道女子送男子荷包是什么意思？知道，就是有意思，但弟子并非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学生对老师的那种意思，意思意思。操场如战场，坚持就是胜利。 好，继续。其实科考最重要的不是名次，我希望全国子弟在你肩上都能在知识上更上一个台阶。思燕，这大清早的，就你们二人在此，练功。